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欢迎收看看跨境叫阿米的阿米秀，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。为了与 TikTok 竞争， Instagram 近日为其平台上的短视频功能 Reels 更新了在线购物服务 Shopping in Reels。 在该功能正式推出后，卖家和视频创作者可以在发布 Reels 时为他们想要宣传的产品添加购物标签。根据 Instagram 的介绍，目前该平台上的很多短视频内容已经附加了购物信息，涉及到的产品品类包括时尚配饰、美妆及护肤品。当平台用户点击带有这些产品内容的 Instagram Reel 时，他们可以通过查看产品选项来了解关于贴券产品的更多信息，也可以将产品加入购物车或直接购买。除此之外，当视频创作者与品牌达成合作，一起推广某款产品时，还可以在他们的 Reel 中添加一个品牌内容的标签，这是一种付费推广的广告形式。